Option 的读者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GTR 一台令人神迷颠倒，然后那个性能卓越的一部车。它变速箱是放在后轮轴上面，我们大部分都知道引擎后面接的就是变速箱，大部分引擎跟变速箱会接在前面。这台车的引擎放前面，可是变速箱放在后面，然后又四轮传动，然后纽柏林又创下最新的记录。那在龙潭到底会有产生什么问题？前几天有来试车，车子真的是很快，到底多快？可是今天面临的是下雨天，刚有试一下，好开是很好开，但是能不能破纪录，我们就拭目以待。1700公里，加重的轮动，在下雨天还够吗？